台长的开始，下一个问题是，台长说，从天上下来的和从地府上来的灵魂投人之后，哪个更容易修到天上去？谢谢。啊，从天上下来的灵魂，啊，还有从地府上投出来的，啊，就是人，是人吧，子吧，就是说有的人是从天上下来的，像邓丽君，啊，台长给他看，啊，天上仙女。回来命很短，就是让他来这么昙花一现啊，给人间带来点福气，很快就把他收走了。所以我就告诉你们，像这种是天上下来的，还有一种呢是人间啊投胎的，啊从地府投胎的。那么哪一个更容易收到天上去呢？你们大家告诉我是哪一个更容易收上天啊？那不要讲，人家老地方来老地方回去啊，还这谁问出来啊？还有问题啊？谢谢台长。